千祈唔好嚟，我驚你食到喺廣州嘅廣西火鍋天花板。咁誇張嘅嚇，依家啲人講嘢。不過廣西除咗螺蛳粉以外，的確係有一樣嘢非常非常之出名，佢就係柳州酸辣牛汁火鍋去砌佢，唔得啦，好凍啊，真係要打煲啦！入到嚟好大陣嗰啲酸臭酸臭嘅味啊！我超中意呢陣味，好多部位家人喎。不過無論你點邊個部位都係68蚊一斤，就係喺度任揀。酸野啊，柳州酸野。如果不夠酸，還可以繼續拿。哦。酸野是免費拿。哦，老闆，這個鍋底是20块钱嗎？對。哦，就是要在抖音上買是嗎？對啊。它是跟柳州螺蛳粉有同樣地位的是吧？螺蛳粉是用筍的下半部去做。哦，是用上班的哦，它是这些都是柳州运过来的吗？对，除了水是广东的，其他都是柳州的。有冇闻到味啊？希望你哋买一部可以闻到味嘅手机啦，真系好臭噶！喺你哋面前嘅呢一部就系喺柳州地位可以同螺蛳粉分庭抗礼嘅一部柳州酸辣牛杂火锅，所有牛杂都系68蚊一斤。跟住如果你要加另外做法嘅咧，就系加多20蚊嘅加工费，可以做捞起同埋酱爆。嗱，我呢一碗咧几乎系所有部位都有噶啦，佢仲会配一个咁样嘅独家秘制饮酱俾你。佢汤底嘅嗰阵攞汤啦，跟住米醋臭香啦，番茄有啲酸啊，又酸又辣嘅嗰阵味煮落去。我觉得这个跟牛杂好搭呀，牛杂好新鲜啊，呢个牛蒡劲新鲜。好啦，兄弟们，我要试下牛蛋啦，因为佢系佢哋店嘅烧判，有好多深圳、香港、佛山嘅人专门开车过嚟番禺，就系为咗食佢呢粒牛蛋。掂，冇腥味喎，一啲腥都冇，佢系爽口嘅，好食。呢个牛蛋真的不错，找到要多一点啦。哇，呢个酸甜好好吃，佢超嫩，而且佢系冇渣嘅，一啲渣都食唔出嚟。呢个系牛筋啊，柳州切粉。你食完牛杂之后咧，将呢个粉放落个酸汤度6-3秒，淋上一壳灵魂臭臭汤汁。呢个粉个米味好重啊！佢吸晒啲酸汤之后咧，佢就系有阵又酸又臭嘅味道，但系好开胃。好好吃啊！